星光大道。那时候就是为了他100万。我希望他也陪着我。他好紧张哦。人生吼，就是这个因果关系啦。我那愈结是愈深啦。哦，安内咱化解是上好啊。安那无吼，你会艰苦一世人。会记你细汉时阵，因爸爸常常带来遮，一座红火游乐场。因爸爸真早就放生两个兄弟啊。为着义气，家己去日本混落地，一去就是20多年。渐渐的，伊变甲无爱讲话，尤其是老母死了后，伊嘛是常常关心伊开玩笑。我当安怎？你讲给我听。我先想。你这代的恩怨，拖到下一代还要未解决，你去害我！你讲阮老爸，什么阮老爸？你在你要有什么病？有无？无！你好做阮老爸吗？你有资格吗？我跟你讲，你别跟我讲你听有无？你讲我是白痴无嘛？是你的，我想给你。该我的，我不客气。一切拢结束。啊，好不好？你是介意点钟的？别只跌跌落落，然后我耳虚干，一个比一个过分。你说你想要走去一个看不到自己的地方，好参照是为一个遥远地方来的过客，你欢喜的来，欢喜的去。是我的，是不是找别的女人啊？要你管。